人家说广东人煲汤有一绝，我还是头回看到这么多罐儿一块炖汤，太震撼了，好香啊，嗯，是吧？好香，好香啊，这个汤。今天在广州找个浓汤喝喝 ，Go， 广州20度打卡 ，Go Go， 这边那边过不去，哎，分道扬镳啊，俩人分道扬镳啊，一点默契都没有。你走的那边是出去的路，这边是吃饭的路。姐，嗯，你脚冷吗？还行，光着脚呢。到了广东都没有穿上过鞋，一路全是人字拖。广东小妹比我在河北穿的还多呢。冷，今天有点冷，人都穿毛衣。一层。咱俩老家话吃不二，你这吃不二吃不二的。这汤店还有口号呢，原班人马，原煲靓汤，碎加胸鹅。农家西厨，不是，这是，哦，这个浓啊，哦，浓汤老店是，不是三点水的浓啊？嗯，农家的，走吧，哎哎，这是他家的吧？是，哎，蜂窝煤，哎呀，这还挺暖和哎，咱上屋里烤呗，在路边取上暖了，是这儿啊，这是浓汤，呜、哦。哇、哦，这是肾呢，这是煲汤的地儿，你看，这全是汤，一罐汤这么大罐，那咱俩一罐汤就够了呀。不知道怎么点，上屋里问问。你在这儿问怎么生炉子，他会。不，人家在装新煤，应该要熬汤。哦。哦，要看一看。哦，每一个里面都有汤。这个煲好了。这个好了。这一锅汤大概要煲多久啊？三个多小时。三个多小时哦。哦。很简单，加一点调料。又一锅，哇哦！把里面的食材先捞出来，这个可以直接吃。要煲汤了。这个场面，妈哟！不光咱没见过，人家本地人也好奇。那进去看看吧，先进去点。这玩意儿很嫩呀。是河水粉蛤，这应该也能回家煲汤啊。这是煲汤用的？应该是。感觉跟树根一样。哦。这全是煲汤的。妈呀，这全是煲汤的，你看。这么多人吗？哎，这里叫放干羊了，几个。哎，在广东吃饭都是这种感觉，食堂一样啊啊！老多人了，现在是一点半了，还这么多人，是一点半了，都是满的。我感觉广东的朋友一天都是在吃饭，都是在吃东西，早上早茶喝到12点多，然后中午再吃这，晚上还有宵夜，睡也不睡，还有下午茶呢。每天都是在吃东西，好幸福啊！我们点一个这个莲藕章鱼煲猪蒸。今天中午的汤已经没有了，喝不上了。还有什么汤？都没了。没有。那要等多久啊？晚上才有了。中午没了，到晚上的吧。5点有汤啊？5点有汤。那咱俩5点再来？下午再来吧。毛兰，毛兰，都毛兰。现在煲的汤就是晚上的汤了，里边有我们的，得5点才能喝上。具体哪一锅不知道。5点多了，终于轮到我们喝汤了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走，我就不信这个点还喝不着。这个社交距离挺远了，就是说。是吗？就很礼貌，就是、很礼貌，两个人。对，咱俩就需要这种社交距离。连拉手都拉不上，你看。你别干啥。哦，还分大小份儿汤啊？对。哦。还有小份吧。来个沙鹅是吧？胸鹅还要吗？要一个，要一份吧。要一个。在人店里烫两面餐巾的。猪蒸是什么位置来着？就是猪蹄儿到猪的那个膝盖的那一块的那块肉，猪蹄儿之间的那块肉，有筋儿，然后有皮儿，有肉。就是，就这。别比划，没有礼貌，很没有礼貌。拐弯那块是吧？没有礼貌，对。直观一些，就这块儿，
手腕那块呗。对对对，大概那块。啊、哦。粗鲁且无礼，一点也不优雅。哦，秀娥，这个油亮油亮的，可太漂亮了。哎，滴着汤汁，然后油亮油亮的皮。哦哦。哦，咱们先给大家看干货吧。哦，这一盘就是这个汤罐里面捞出来的。是的，大块的莲藕，这个肉就是猪蒸肉，还有好多这个红豆。那么这个锅里纯汤精华，精华都在这。俩人也算是在广州喝上汤了，现在我的舌头都捋不直了。来吧，盛上一碗广州的靓汤。靓汤的时候就可以吃干货了。是的，这个肉就是那个猪蒸肉，这么大块，然后这个要蘸这个吃，它说这个里边是没有味道的。哦，你别说，真清淡呀，啥味儿没有？是吗？要不说人这边喝汤嘛，可能是不是这个干货可吃可不吃啊？哦，主要是喝完汤就行了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人家主要是喝汤。靓汤怎么样啊？这靓汤？你别说，这汤啊，是比这干货好吃多了。这里边的豆是拿勺吃吗？这豆确定它还用吃吗？不建议吃了，基本剩核了。应该是个那种佐料一类的东西。都炖进来了，哎，都在这里边了，哎，对。干了，壮士，我先干了这碗汤，再来一碗汤。我们修鹅，哎，修鹅，修鹅，再蘸一下这个酱。这个皮脆的呀，看这个样子就知道它有多好吃，有多香。嗯、再来一块。烧鹅的最好吃的部分，我觉得是皮儿。嗯，感觉有点粗鲁了，这莲藕切的。是，也没啥味儿吧？没啥味儿。真的像一个蜘蛛精吃完这莲藕，还飘着丝儿，不是吃肉带劲。净说那话。哎，他们这个东西是用来吃的，对吧？得吃啊！啊、哦！先干为敬，先喝汤胃更香，喝吧。嗯，是这样干着喝吗？这得品吧，这得。你放嘴里就行呗。哦，优雅，得优雅。哎，我以为这个猪蒸汤会特别腻。特别腥，然后但是其实不是，哎，既有肉的清香，又有那个红小豆的那个沙沙的口感，嗯，然后还有那个莲藕的清甜，完美的融合在一起。再来一碗，谢谢。你也要啊？我喝三碗了。你知道吗？就是他出锅的时候，那个大叔加的那个调料并不多，嗯，就加了三种。就是很简单的佐料，好像有一个是盐，另外一个没有看清，反正就是三个佐料。你要看明白了，早让人从后厨撵出来了，推太机密。没有那么复杂的，就是那种调料的口感，它就是纯食材的那种原汁原味。对，少吃藕，少吃藕，因为丑，因为手丑。知道了。哎，吃上这个肉，再喝上这个汤。下午的话，晚上来的晚了，他也喝不上，因为他汤就炖这点，时间太长了。对，每一罐汤要炖三个多小时。这烧鹅真的很好吃，滴油了。嗯，妈呀，这也太香了。你说我怎么老喝茶呢？喝，因为没人给续汤。这个浓汤老店，不愧咱俩不枉咱俩今天等了一下午啊！你别说，这广东现在这两天有点冷了，
看你那塌了板子吗？刚才过去好几个人家都穿羽绒服，你知道脚凉，现在有点多喝点汤吧。